人喜语，日事催问。何姐，今日继续讲马思曾嘅日事。嗱，上回讲到咧，就买通咗陈醒辉出去饮茶，出去食嘢。佢咧就准备整嘅鱼合稳嗰晚。咁啊点咧咁咯？佢谂住如果我照佢咁做唔掂噶嘛。好在佢系有文化自己吓、啊，就写一段中版，原来冇嘅。佢嗰阵加可以咁加嘅，就加段中版，就边段啊？即系我姓阿鱼嗰段啊，我个老啊豆你又系姓阿鱼嗰段中版写咗，写咗都未掂，因为呢段中版咧同以前唔同，佢连个嘴都唱埋嘅吓，即系中间过门啊，连嗰啲腔都含埋贴晒落去嘅，同人哋唔同嘅，咁啊。佢点嚟嘅呢段中文？一个余下韵系乞衣嚟噶嘛？佢系走去街边睇下人哋嗰啲乞衣嘅动静系嘛？听下啲乞衣，哎，特别佢发现一个卖柠檬嘅系嘛？旧时嘅周街卖柠檬，有柠檬卖咁，佢咁嘅私人声系放屁咁样嗌噶嘛？啊，北京啊，啲周围啲叫卖声啊，周围系嘛？各个城市有特点嘅嗰啲啊叫卖，广州大把咁，因为佢用。嗰啲小販咁嘅發聲，咁嘅叫，所以後來咧將馬思曾咁樣唱嗰段剩餘咧就叫做檸檬喉，話佢呢段叫檸檬喉，佢學埋檸檬嗰啲嘅，咁都未得喎，佢拎住幾麻煩咩？捉翻自己咁唱係咪？唱曬立曬啲字，整曬啲嘴，先同個樂隊揾到個師傅嚇，陶教師傅嚇、啊，好聲氣埋老官埋嚟，好聲氣，個個都梗係好睇到嘅。嗱、啊，今晚。阿乜叔，我想咁唱，嗱呢段嘢咧，你又兜住我啊吓，咁系拜托拜托各位，好态度啲新人上位系嘛，讲好晒啦，都未得噶，因为你嗰段嘢身价噶嘛，系咪啊？咁人哋做到嗰度应该到边个啊？到千里驹系嘛，要出场噶啦嘛，哎，佢唔系啦，走到入后台，千里驹个名叫欧仲吾啊，啊，咁佢就真名叫欧仲吾，佢就买啊，阿仲哥。咁又咩事啊？咁啊咁样嘅，嗱、啊，今晚你嘅精神不如你唞足先，我出边咧啊，就夜多两句，等你唞下吓、啊，好唔好啊？你唞足精神先啦、啊，咁、啊，千里驹梗系好嘢啦，你只咁嘅嘢吓，马仔想搞啲乜嘢嘢咧？不过咁啲老人家咧都唔好老啊，即系啲大老官咧，肯定啊，等你哋去啦，等你哋去啦吓，你哋发挥下啦吓，诶、啊，得，我唞下先啦、啊，咁。你话得啦，咁冒胆咪出嚟咯，出嚟就你姓阿鱼，哇！啲观众从来未听过咁唱嘢嘅，咦，出奇喎，哇，大受欢迎，奠定咗马腔柠檬喉粤剧传统，戏与戏人，今日讲到呢度先，明日再做，各位观众再见。